一路上就非常的期待，希望未来的大学生活中能好好学习，然后多和同学们交朋友。从各个方面，就是校园无障碍设施啊，同学的志愿者啊，还有老师的指导选课啊，做足了准备，希望他能够在燕园能够好好的生活，就不要受到任何他身体方面的这些限制，然后好好学习，度过美好的大学四年生活。